真的推翻了很多次，我光是唱 demo 都唱了100多200多。挺过二专了，我就是个好汉，后面就会轻松一点，因为二专出来该骂的也骂完了，难道你还能想出一些新的骂我的词？在很早，应该是一年半之前吧，或甚至是就很多时间，我的一张专辑的歌我都已经弄好了，够，就总觉得好像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，希望可以做出自己不后悔的专辑。你永远可以做得更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，周深的二专预告终于来了，预告里的元素好多呀，这个画风真的来了，好期待。是走向未知世界的精灵吗？你想给视频配上周深的哪首歌？机翼贩售机，主人公不知道什么机器人，一位女士，无人机，鸽子，飞鸟，鲸鱼，倒过来的山峦，拼图，城市，声波，别吵，我在思考。短短18秒视频控了我一个半小时，跑软件看视频音频有没有波形，把自助贩售机里的瓶子挨个标号做成普子弹，各种截图放大看缩小看，正住看到住看，最后的结论是我是呆瓜，然后去看其他粉丝的解读，哭成呆瓜，呜呜呜，求求周深了，给我听一耳朵行吗？21岁刚出道的他，面对注重多声音，有人说他唱歌像女生，有人说他唱歌像机器，两座名为成见的大山就这样压了下来，但他依旧没放弃，依然在努力唱歌，发出想让所有人都听到的声音。面对黑暗，他要成为自己的星星。于是，飞鸟和鲸闻声而至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脚下的路被他一点一点拼起。山寨又如何？反正挡不住他的光芒，也无法阻止他的声音传向更远更远的地方。目前出现的元素要么跟他本人强相关，要么能被放在整体故事里妥善解释。唯二让我比较意外的，一是隔离栏，一是无人机，尤其是无人机，第三方观察者的存在改变了整个故事走向。如果说构图打破常规空间秩序，把它的各个侧面或解读平铺在一张图里有点致命 ID 的思路，那无人机的存在几乎是在暗示主题，这是被观察者的心理图景，真实的虚幻，虚幻的真实。10年前的误读，10年后的盛赞，留下的投射一样深长，没有覆盖，没有重叠，源于我们的自我认知就是如此非线性。难怪周老师专辑做得慢，他确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自我可以表达，果然艺术这个是能搞到顶尖的，只能靠 burn to be 而非后天训练，因为他们对世界的解读来自无法被塑造只可被感知的巨量灵气矿，一时不知道该羡慕哪个，女娲的私心或是敏锐深邃多元的精神矿藏。知道了，首先它比起现实更像梦境，或者说现实夸张扩大化的精神世界。围栏向后是它的舞台，物理和精神意义上的舞台，向前是它的歌声所面对的世界，模糊的虚幻的，但又是令人好奇而想要探究的，同时是抽象的，没有具象化的人存在的。围栏标志住它在被展示，但也象征住这里是属于它的领域，它在此被围观，它也在此反击，因此会有一切它的象征之物，鸽子、机器人、女生、键盘、网络以及记忆拼图，它对外发声，因此会有声波向住那模糊而华丽高大的世界传出去，但它又是无声的，只有线条标志住它在试图表达。无人机象征住被关注，但同时也存在监管监视的含义。鲸鱼与飞鸟是人们为它歌声赋予的象征，也像它的守护神，是抽象的概念，也是更实体的大鱼画鲸，它们作为代表作，同样是它的守护神。他以上述的一切和屏幕背后看住他的支持者，面对广袤而未知的世界，周深真正意义上去打造一张自己喜欢且满意的专辑也太可怕了吧，光是释出的内容我都不敢想这张专辑该有多牛逼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